没进来的时候，小朋友要说什么？欢迎你，对，拍拍手。来到行政院高兴不高兴？高兴。第一次来的请举手看看。第一次来的。可以说大部分都第一次来哈。亲子日，今天是亲子日。为什么有亲子日？最主要就是让各位小朋友啊，就是让我们。行政院在行政院上班的同仁能够带他的亲人来到行政院，带他的孩子孙子都可以。我最尴尬的是孩子已经长大了，那还没有孙子，所以今天没有带你来。我代表行政院欢迎各位小朋友，好，欢迎大家。大家准备